哎，你好，啊，欢迎欢迎。这房子，我听我舅爷说已经有200多年了，然后200多年历史，现在基本上整个基础建设都没有变，一直都是这样的。以前这个房子其实是在中间。我们整个庭院的中间，啊，后来是因为把整个房子100多号人就整体的给它抬到了最后边儿。以前是有边儿有个前院儿，然后有个后院儿，然后后来是把这个房子就，全部整体的搬移到了这边儿。这也是我们，县政府这边认证了，相当于县上的一个，文物了，算是县上的文物了，保留得非常好，也是尤为体现了松潘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古建筑的样式啊，包括你看，标准的堂屋前面的一个燕儿窝，我们这称之为燕儿窝，这是在川西地区的。就是所有这边的民族，啊，它的统一的建筑样式都是这样的，因为，大家这边都喜欢晒太阳。然后，以前呢，小时候是松潘这边的风特别大，所以呢，就这种燕儿窝呢，一个就是晒太阳，再一个就是挡风，啊，所以它是比较很传统的，建筑风样式。然后，这是我们家常的当地的家常小菜，啊，有个这是当地的蕨菜和腌肉，就是我们的烟熏的牦牛肉炒的，啊，然后这个是凉拌的当地的萝卜，白萝卜，红皮白萝卜，其实现在相当于在成都那边也有卖的，但是成都那边他把这个萝卜叫做水果萝卜。你现在干什么呀？做一个藏式的腰间挂饰。